妈妈，我想吃雪里滚球了。什么球？就是这棵树上结的红果。哦，是山楂呀。那摘几颗回家。哎呦我的妈！哇哈哈！先把一筐山楂去核，准备一个吸管，看这样是不是很方便？超级妈妈就是棒哦！先来两瓢山泉水，一大桶白砂糖，大泡变小泡泡。我翻翻翻翻，你别笑！哇，妈妈会72遍哦！嘿嘿嘿，煮糖水，做好了小馋猫。甜，哇，太好吃了！